请坐。我叫马杰，这是我的新同事。你好，我是胡建林。他的到来改变我过一天是一天的上班生活。年会报名了吗？我知道这是个硬骨头，但只要啃下来，我可以啃。我没有事儿干。这个问题您看怎么解决？对旗下颗粒都形成一套组合拳。有道理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说呢？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关键的问题。后台数据管理是什么意思？管理后台数据。我是负责优化程序架构，就是程序架构优化呗。跟你们聊天很有收获。工作微信回的不及时，一定要晚上找着。你老晚上找我干嘛？为了加班。你没事就喜欢加班，那还不因为你白天工作安排的不合理？棱角都被磨没了。要不我给他们跳一下。听音乐，跟节奏，预备起。年会不能停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会不能停，就这么办吧。就他是个新别人说对，不能停，继续干，这不可能啊！干他们！停！等等，马明了。